至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，则是驻守中台湾，晚间出席了南投县长候选人李文忠的造势晚会。台南市长赖清德特地北上力挺站台，让整场晚会进入了最高潮。而蔡英文马不停蹄，随即也赶往了云林，替李进勇造势晚会站台，除了稳住云林县绿色执政，也要力拼南投变天。 旋战倒数计时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连续几天留在中台湾造势扫街，晚间出席南投县长候选人李文忠选前造势晚会，上千名支持者摇旗呐喊，小英主席一开口痛批国民党黑心执政，要立即下架。这几年经济有较好无？社会有较安定无？社会有较安定无？国民党讲伊要做的代志，有甲咱做到无？ 中时晚会立委蔡黄郎、段宜康、前县长彭白显连番上台演说，台南市长赖清德情意相挺，带领李文宗进场进入晚会最高潮。南投赖清德春场主行蔡英文赶场，马不停蹄跑到云林，再替李进勇拉台选情。 短短3小时，蔡英文连赶云林、南投两场造势晚会，驻守中台湾。蔡英文奔走浮选，要延续云林绿色执政，更要拼南投变天。三立新闻廖一德、曹胜章、陈木章 SM 小组云林南投采访报道。同样也是最新消息，台中市长选。